那个要接这个电子化生理疗这个角色，嗯，当时我听到的心情跟感觉，好兴奋哦！为什么？终于有人要我脱了，一直很期待。没有啦，就是其实我很想要接，我很想要就是接触一些一般人对我不一样的感受，这样。因为其实老实说，一直到现在啦，就是很多角色，想到一些比较大方啊、直爽、可爱的女生，嗯，就是通常大概是这样的角色来找我。都包太紧，嗯，也是的，我想要 open 一点，对，一直期待有一些不同的突破。那我觉得这一次很好，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比较不一样的我。因为在戏里面我又是单亲妈妈，然后又是要唱唱跳跳，而且真的是，这算是我演戏以来真的穿最少的一次。那我以为我会很不自在，没想到我在台上很自在，就是关于唱跳，然后还有裸露这件事情，没想到我可以这么自在，所以以后欢迎好不好？尾牙，尾牙，不要尾牙，不止主持可以，对，对对，就是角色哦，就是真的有人去找我庙前跳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说演戏，我是说角色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对，然后如果有更好的突破，就是其实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很自在啦，在很多角色里面。那，你觉得说这次饰演这个角色后，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？最困难呢，啊，我觉得是跟小朋友相处，欸，因为我一直很怕大家，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没有结婚，还没有小孩，所以我很怕大家会看出来说啊，这个单亲妈妈演的啦，就是不像真的跟小朋友相处，因为其实很多家庭就是有不一样的状况，所以其实我在这方面我反而是比较琢磨去研究，然后我跟小朋友相处时间比较多一点。对，嗯。在片场有的时候，佑胜会不会一直跟你分享他的女儿的事情啊？他其实一开始都不太讲，一直到有一天他女儿真的来现场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太好意思问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属于那种不想要分享家里的事，不想要跟人家讲说，嗯，我是爸爸，我不太确定这样。一直到后来他非常大方的时常就是小朋友啊，然后老婆有常来现场探班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哦，他现在不一样了，然后就我就比较敢大肆的问他家里状况，跟小朋友相处会比较想要了解。就是连拍吻戏都要跟老婆报备，哦，是吗？那一定要的啊，前一天就报备了，上场前还是要报备一下。对，而且那天又不止巧巧，因为我忘记还多一个要亲的，所以就说，哎，老婆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忘了报备少一个。那今天这个女生她大概是怎么样的？对，然后应该，OK。而且通常这种电话，你会就是默默到外面去一个人跟老婆讲，她就在我面前大咧咧的跟她老婆报备。要吃饭呐，啊？这我也觉得尴尬。你跟老婆说，哎，我等一下要亲夏雨乔，我坐在那边吃饭吃的有点尴尬。所以老婆回家的时候会消毒。啊，不至于啦，但也会问有没有漱个口，对，消毒，那还是要问一下，对。